我跟你讲，你看我手上拿个东西，那个就是匕首工。为什么这个匕首工呢？就很简单，因为呢度一个柱呢，本来一个洞一个洞的，它是竖用的，有连住这边的。它好安静的时候，那个洞一洞很难洗，真的难洗，因为没有臭没所谓。最惨的，它是臭的，所以我没办法。为什么那个东西就防衣纹的？我就说过给你们了，所以就是因为我最近我就想到，我嫌那个东西很臭，我甚至要拔出来，然后放出去。咁还有，我就觉得如果我叫人家预防衣纹，因为怕它的味道升上去，衣蚊子就会咩飞进来，所以我就长时期这样堵塞那边，冇给它个空气上升。所以我就最近又一个发明了。本来将那个弄出来，然后浸住几天就洗，但是我现在不用洗了，完全丢了啦，不要啦，这个没有啦，不要啦，就是自己 design 那个东西，因为它凹凸不平的，就是方便我们放在地下的时候放那个取一个洞。咁我们主要为什么要改呢？就怕你蚊子蚊到各种管。有带病个味道，你空气向上升上升的，当你蚊子就会咩蚊豆就会飞过我们家里，不管你家里有没东西吃，它喜欢那种味道，带病味道有可能有血个味道，所以变成蚊子很喜欢很喜欢，所以飞进来，咁啊看到有水啦，咁啊要屙啊蚊子个蛋蛋啦，所以没有办法。我们就要做好自己嘅防蚊子嘅方法。我越嚟越，因为我就是没有时间收拾你咯，所以上东上西啊，喺度令你们都有好处嘛。OK，就想简单，我捡到这个东西啊，呢、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虽然一个窝个窝嘅，我做我嚟 design 什么咧？很简单，因为我的方便上面呢可以啲水由那边流进去，我就那个放在里面，你看。呢度有水嘅，如果我嗱呢度系完全隔住，如果你怕我住会角，不知道有个洞有个洞没关系，你住会角时候你完全呢个隔住，没办法里面放到水，呢块板系平平嘅，所以嗱，当我们呢冲凉也好啊，洗脚也好啊，嗱你看，听到吗？就啲水由下边渗下去。啊，因为我那块板比较长一点，你可以弄短一点也可以，所以我觉得整天，哇，very good，晚上我拿出来洗一下就 OK 了，蚊子一只都没有，真的有点夸张啊，没办法了，就是因为我想的这么好的方法，所以今天也是跟你们分享为什么这样做很最好的了，为什么？如果你这么简单放一块板在里面，弯点。啊，放一点东西啊，吸住也是不太好，也是麻烦，不小心掉在里面，哎呀，完蛋了啊！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呢，所以我当初就是为那个烦恼，哎呦，沙边不平不平，后来平了，后来觉得，咦，蛮管用嘞，沙边可以那种渗水就那条管里面呢，后来我就将它这样啦，就放呢度。哇，弄出嚟嘅效果 very good，你看，哇，很难嘞。当我们倒水的时候，你看，倒水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有啦，有水声。嗱，呢度没有水啦，全部啲水走下去，蚊子又闻不到嗰条带病嗰条管嘅味道，它就不会飞进来。啊！我以前给蚊子杀的，我整个人都傻掉。好了，接下来这里了，嗯，看你管不管用。如果管用的，给一个建议给我，拜拜。